男孩团体Lollipop F 4号出席活动时，大方秀出苦练已久的好身材，还当场示范健身方法。体型偏瘦弱的团员小玉也透露自己的健身动机。其实我刚刚有就是稍微提一下，就是因为被刺激到了，就是因为上一张专辑就是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版面嘛，就是肉他们露肌肉，然后。 我虽然只有脸可以露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要变成一个脸和身材都可以露的帅哥。之前不是说你靠才华就好了？这个演艺圈就是要<笑>比较直接啊。三位男孩为了博版面拼命锻炼身材，而他们也不排斥出写真集的计划。写真集哦，我们其实四个现在已经慢慢在自己自拍一些东西，然后几乎都是有露肌肉的。 然后我们公司也在有这个计划，但是可能要再等一下，因为现在如果出一个太猛写真集，歌迷可能不太会接受。反正这辈子一定要出一个就是露很多那一种，不爱穿衣服那种。对，三点很高。三点哦，那等我可能演艺圈遇到了瓶颈的时候再考虑这件事情。看来 Lollipop F 的野心很大，不止抢攻唱片市场，接下来也要往野兽派男星迈进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